以色列在此冲突中，以中断唯一性别友善恶土的这种民意秩序，合理化他们的这个侵犯巴勒斯坦的行为，非常不可取。这样的屠杀不仅是不帮助多元性别族群，甚至是多元性别族群、人人平权、互相尊重差异的核心信仰背道而驰。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长达70个年的侵略和屠杀，还有过去针对加萨的一轮轰炸，它既是种族灭绝，也是一场环境浩劫。以色列常年对来，常年来对加萨的平民发射白磷弹。白磷是什么呢？白磷是一种有毒的气体，它会伤害眼睛和肺部，而且会释放有毒气体，污染空气、土壤和水。 而且会长时间累积在食物链当中，持续毒害整个生物圈。更令人发指的是，联合国上个月就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任意丢弃核废料已经长达数十年了。这些核废料都是以色列研发核子武器的过程所产生的。这样的行为破坏了当地的环境，也使得巴勒斯坦人发生癌症增加的情形。 绿盟作为长期反对核能、反对核废的环保而核武的环保团体，必须严正谴责这种毒害环境的行为。那以色列在犯下这么多残害环。
环境的转型的同时，却不断在国际上宣称用这种大外宣，宣称自己很环保。我们必须严正指出，这完全就是一种漂绿，是一种 greenwashing。这就跟一边杀害巴勒斯坦人，却宣传自己是友善同志的国家一样，这种 pinkwashing 的行为一样，是为了掩盖自己犯下战争罪的公关手法。我们必须戳破这样的谎言。我今天和我的伙伴周志文，他是一个集结稳，他是一个肢委的障碍者。他今天在这个游行场上从头到尾，他说如果战争一直持续，就会不断的制造更多障碍的儿童。以色列军队虽然命令平民前往指定的安全区域避难，却轰炸这些安全区域。对许多的障碍者来说，特别是行动能力困难的障碍者来说，避难逃离攻击是不可能的。而对听障者而言，听到警报声，听到重要的讯息撤离，更是不可能的。有许多障碍者失去了辅具器具和药物。过去的16年，以色列对加萨的封锁导致人道救援无法进入到加萨，间接的也剥夺了这些障碍者取得轮椅、义肢、助听器等很重要的辅具的权利。根据身心障碍者国际组织的公布，以色列的攻击直接造成了大量的人骨折、神经损伤、截肢、脊髓损伤、脑部受损、烧烫伤等状况，特别是儿童跟妇女。所以我们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对加萨人民一直以来承受以色列的无差别攻击感到非常愤怒与担忧。我们要求台湾政府停止对以色列各项支援，停止成为共犯，并且我们要求台湾政府与国际社会与障碍团体合作，提供经济、医疗、辅具、无障碍资讯、建设、服务等支援，协助巴勒斯坦人民活下去，拥有他们的人权。2023年12月，南非向国际法庭 ICJ 提告，指控以色列在针对加萨的攻击行动中犯下种族灭绝罪。国际法庭也已经裁定，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加萨的巴勒斯坦人免受种族灭绝的风险。2024年5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以涉嫌战争罪跟违反人道罪为由，要求对以色列总理以及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领袖发出逮捕令。然而在全球一片要求以色列停火的声浪中，我们看到一向以人权价值自豪的台湾政府，尤其是外交部与经济部，并没有挺身回应，甚至在战火开始蔓延之后，还遭以色列在国际上表态台湾是以色列的好朋友。2024年2月，13名民进党立委组成台湾与以色列国民会，并且欢迎以色列国会议员团访台。2024年3月，台湾驻以色列大使李亚聘女士捐赠了50万美元给以色列全国市政府联盟。2024年4月，以色列国会议员团访台，并且接连会晤时任总统蔡英文、现任副总统萧美琴以及立法院长韩国瑜。在台湾公民社会持续的抗议声浪后，2024年5月，我们看见并肯定外交部的微幅转变，不仅提供了加萨地区同样50万美元的人道救援，也在新闻稿中首次提及呼吁各方停火。但是在这个礼拜，我们很遗憾的看到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先生在6月20号的世界难民日这一天，出席以色列在世界难民日这一天举办的国庆酒会，还表示会加强台湾和以色列之间各方面的合作。这一刻对那些在战火中丧生的三万七千名平民以及流离失所的近200万平民而言，对全球所有的民众而言，台湾绝对称不上是一个重视人道和人权价值的国家。我们呼吁外交部必须立刻向以色列传达立刻停火的诉求，并且在国际社会上为台湾留下尊重国际法的人权形象。台湾跟世界各地的朋克社群，我们也要延续这些乐团抵抗压迫的精神，跟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正是继承了这样的文化精神，并且认识了台湾电音还有朋克摇滚文化的历史。我们认为巴勒斯坦与我们电音还有朋克社群的处境是遥相呼应、休戚与共的。
因为太多的划界跟对立，让我们忽略了最根本的问题，遭受压迫的受苦者们。我们深知台湾的地缘政治处境，夹在中美两大霸权之间，使许多台湾民众对于台湾政府的亲美路线采取更同情的态度。但是难道这样我们就要容忍美国在背后撑腰的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进行种族灭绝的恶行吗？Pretty Palestine.